伊甲金芳，谭小姐，我唔敢食，这是我好心头一次煮物件给我食的，啊对我来讲，就敢亲像。 以前我做面包拢唔敢想的代志，有什么好唔甘食的？啊，敢讲你规日内面要放防腐剂，啊当做样品食物安尼放喺遐，你若介意食哦，下你的口味，以后我会继续做互你食。还是无合你的口味，你无爱食。 真好食，幽香虽然可怜，啊，不过伊想过要紧过去的痛苦，无放过别人，更加无放过家己。哼，真正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安怎，无合你的口味啊？ 无啦，真好食，还是俊宇甲你教的哦。那呢，伊一定足够煮食的吼。加食一寡啦，看敢会伤咸，还是伤正？啊，未伤咸，嘛未伤正。啊，俊宇遮尔够煮食，伊应该会好好保家己身体，还做有心地的，一定爱注意身体，知影无？ 我甲金玉五年前捌失去过一个囡仔，即个伊天做认真，知影照顾家己啊。你有一个好心志汉，啊，即个第一美国，啊，伊个是安怎？已经避暑啦，啊，嘛真乖啦，真善良。哦，啊，伊个是啥？我来去准备一寡物件，啊，当做见面礼来送伊。免啦。 伊啥物拢有啊，即嘛干那欠一女朋友尔，应该先交一女朋友就对了。我甲乔文，嗯，东子，你嘛食一寡，你若爱食哦，就加食一寡啦。哦，你食较济哦，我就愈感觉有成就感。 妈妈实在哦，感觉足幸福的，啊，就算哦，叫妈妈即摆死，妈妈嘛甘愿，妈妈会当甲你重逢，我实在足欢喜的，对不起，妈妈实在足欢喜的，我实在足欢喜。啊，你安怎呀？ 感觉头壳有淡薄仔戆戆，你可能受忝啊，我扶你来碰伊坐坐。啊！你拢无食？ 你伫古巴内面有搞啥物件？肯定给我吃爱困药啊！你放心，袂有代志的。你会好好困一眠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妈妈？你袂当离开的。我袂当去金月身躯边。我想。
你会当体谅做爸母的心情。但不过，你也莫阁找我，我是罗家峰，我不是陈长志。外口有人在咧看顾，你走袂去的啦。外口的人拢有另外家己的家己，暂时袂清醒的。哦，娘子，你袂当离开的。那江道生会对你下手，妈妈爱保护你。江道生的代志，我要你去甲伊警告，我袂当伊点仔作乱。伊要替我的命做伊替我紧，我哩就是袂当伤害着靖宇，嘛袂当伤害着我厝内人。我哩门口针对陈良志的结束破去啊！你搁怎搞走啊？喂，你是咧创啥？陈良志已经走去啊呢，赶快叫回来。刚才我顺利走出来，赶紧回去找靖宇跟爸妈才行的。哦，歹势，你也是得袂输我的江心。总算精神了，是你家掠倒转来？无咧，我就知影你会用假释来你长江遐一步啦。请安道好势，你妈妈然后趁机会逃走，你想过天真啊啦！你就是讲我完全无分别你，恁个敢会想看金瓜？你伫我身躯顶下什么法术？那么你哪会知影？袁总裁，你甲张志哦，生了一个好头壳。你叫了问着，我确实伫你的身躯下一道法术，互你将脚若踏出家，我随就知影。所以啊，你就莫讲想胖想胖，做一寡白了讲的代志啊。你说屁屁！哎呀，是你家己母袂清楚啊！牛皮唔牵，硬要去牵牛尾，啊？为着罗家遐甲你无关系的人，家己的亲生妈妈伤甲一句话拢讲袂出嘴啊！你敢会感觉唔甘啊？不好，卡输低高骨的。我不可能。目睭紧紧看你用假罗家风去伤害罗家的人，我会拆开你小鬼的脚。若讲到尤总裁，伊若你有念伊讲我做正确的代志，感觉是伤心的，这就表示伊是自私自利，敢若想到家己的人。哼，还是因为你唔知顾大局，我你家己想看卖啦。迄个代替你的罗家峰，即马甲罗家的人相处了真好。说落来，你要用什么款的身份回去？前罗家峰，还是假罗家峰，还是承认家己是陈中志，是杨湘水的亲生后生？啊！不管你用什么款的身份，
等伊知影你身躯流的血甲因是无同款的时阵啊，迄种亲情的温度，敢会冷去？啊，刷落来伊敢会，搁再亲像较早同款遐尔爱你？我看真正有可能的事啊，你用真心换绝情哦。伊有一下正常的权利，你敢那甲老家遐个人当作是你真正的亲人？你利用我思念囡仔，迄款失去搁得到的心情，让我无防备，对我下药啊来伤害我。你让我清清楚楚了解，你对我这个亲生妈妈，只是虚情假意，一点仔真心拢无嘛。我对你实在有够失望的，是你让我失望在先的。讲起来足好听的，江都先救我，伊是要利用我，你去老家，所以用这个机会，西人性急啊，跟阮爸起冲突。啊你呢？你敢看袂出来？你继续一目金一目卡，你是要拍破我的三观？你根本就无了解一个做妈妈的心情吗？妈妈的心情，家己囡仔去用苦读，身体讲唔得，心内拢破病啊，画出来替人公公是流目屎面，你无去追求歹人的责任，你颠倒歪一边，继续让家己的后生来做歹代志，这个妈妈的心情，这是什么款的心情？江都心用法术洗掉我的记忆，啊！不过天公伯安排，一段一段破碎的记忆，我全部拢想到转来。我们家主动约你去灵骨塔，甲你问清楚，结果害着我的妈妈，惨就种卑鄙的小人，你阁愿意徛在伊那边，这就是我对你上失望的所在。你对我失望，这四十年来。我对你的思念，还有你爷爷所受的折磨，我敢不好过心？做好头人是啥？你却继续在你身躯边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怀弟，你若不愿意回头，就算我那是真正的母仔，我绝对跟你徛对头的。讲到底，你也是认为伊遐人才是你的亲人嘛？我这个妈妈。这么多年来对你的思念，还有为你所流的目屎，对你来讲完全都不重要啊！哦，我了解，我真正了解啊！我以后袂阁做这款的无意义的代志啊！我对你付出搁较济，嘛无法度感动你啊！真正是死骨崩溃。良子，这个是你把妈妈杀开的呢。妈妈的心，让你伤到足疼的。我需要一段时间，好好来调整心情。我暂时要来看你啊。这段时间，你得好好想清楚，想，这是你真正的亲人。你看啦，你甲你妈妈上了有挂心，你有饮水思源的心真好。结果，迄罗家唔是你真正的君呢？敢讲你好意思用丹中进的身份，搁转去继续享受因对你的爱，安尼对因敢有公平？你家己都爱想无清楚。放我出去！你无人来控制我的人生，放我出去！